我看了那么多的人，我的心告诉我，他是值得。 神经病！那你干嘛跟他走啊？你是不是觉得你了解所有的男人？我不喜欢跟你们一样，我不喜欢，我跟你们不一样。一个男人都把你搞成这样了，姐妹都不要了，我们三个什么关系啊？你刚刚讲的是什么话？